我是迪迦小刀记爱之当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他怎么睡进来了？我看一下。他竟然不动，我看一下。原来是一只小虫呀，嘿嘿，这小虫太可爱了吧。他怎么还不醒呢？我看一下。他眼睛是什么东西呀？这么奇怪。把我给吓到了。我看一下他。小虫子被我抓到了吧？现在我就用我的玩具打你。他的眼睛这么可爱，这也太搞笑了吧。我又拿着这小虫子去吓唬小朋友，这稀饭也太好吃了吧。贝利亚，大事不好了，迪迦晕倒了，你去救救他吧。迪迦晕倒了关我什么事儿？我才不要帮助他了，你离我远点。难道你忘了迪迦曾经帮助过你吗？我才不要帮助他，我告诉你，你离我远点，否则我打你了。我才不会帮助迪迦。